在花式篮球表演中，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向后投球并准确命中，但距离多半不是很远。在美国，有一名男子挑战26公尺外向后投篮成功，打破金氏世界纪录，让人不禁怀疑他的后脑上是不是也长了双眼睛。这个名叫维尔的30岁男子于1月29号在德州挑战向后投球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，结果以 26.06 公尺的成绩顺利刷新世界纪录。维尔在该球场一侧的篮球架附近用力把球往后抛出，结果他精准地飞进另一侧的篮筐内。此时现场传来一阵欢呼声，一旁 NBA 职篮马刺队的吉祥物小野狼更一把冲了上来抱住维尔。维尔从2010年开始练习向后投球，到了大学时已经很擅长向后投球。他说自己从小就爱看金氏世界纪录大全，有人告诉他有这项世界纪录时，他便把挑战这项纪录当成目标。